超過300萬個市民同埋遊客喺維港兩岸迎接2013年，而喺灣仔會展外面就舉行咗本港歷嚟最大規模嘅除夕倒數煙火匯演，大批市民都分別喺銅鑼灣時代廣場同埋中環蘭桂坊倒數嘅。彩缤纷，送旧迎新。香港踏入2013年，本港多个地方都有庆祝活动。除夕夜的烟火汇演首次由国金中心移师到会址外，首度结合海面和陆上烟火效果。8分钟的汇演，爆竹声、口哨声伴随烟火。特別靚咯，咁樣有激光特別靚，多啲、燦爛啲、靚啲、光啲。呢一場嘅煙火仲見證呢一位台灣旅客嘅求婚，很開心，因為這裡很漂亮，這裡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夜景，還有煙火，所以我選這麼特別的地方跟他求婚。銅鑼灣嘅時代廣場外邊有過萬人倒數，熱鬧氣氛足以抵禦寒冬，市民有更多希望想實現。越嚟越太多怨氣啊！香港希望新一年大家香港會開心啲啦。新一年有咩期望？新一年啊，希望快啲升職加人工啦。咁希望下一年就大家開心啲啦，都香港經濟好啲啦，同埋平安啲咯，個個都。而蘭桂坊就繼續人逼人，一齊迎接新一年，大家都甜甜蜜蜜。有學生話特別嚟見識一下，魅力之都喎、啊、蘭桂坊，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可以同我哋溝通，我哋又玩 free hunt 啊嘛 ，free kiss， free kiss， 亦都吸引唔少內地旅客，都係好熱鬧嘅，但係感覺呢度可能外國人多啲，稍微可能會即係西方嘅味道多啲咯。餐廳負責人就話，嚟蘭桂坊嘅顧客內地人嘅比例增加，香港顧客比往年少咗30%。預計今年除夕整體生意增長有20%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慧報導。踏入新一年，多個 BB 搶閘出世，其中一個男嬰0時25分在聖德勒實醫院出世，重3.1公斤，父母都是香港人，是他們的第三胎，對上還有兩個哥哥。媽媽預產期原本在下個星期早了少少出世，沒有預計個仔在元旦出世，父母都覺得很驚喜。爸爸話原本希望可以生個女，而家有第三個仔，覺得係上天賜俾一家嘅禮物。全球各地陸續踏入2013年，緬甸同埋北韓罕有咁舉行除夕倒數活動，而美國、英國、南韓、日本等地亦都有慶祝活動。喺紐約時代廣場，唔少美國人暫時拋低財政懸崖嘅煩惱，出外歡度迎接2013年。镶有近2700粒水晶的巨型倒数水晶球徐徐降下，32000伙 LED 灯照亮狂欢派对。纽约市长彭博都有出席。一年一度的倒数活动，同时吸引不少世界各地游客到嚟，感受新年气氛。有民众希望新一年有新气象，少一啲天灾人祸，经济明显复苏，全球政局稳定。英国伦敦大笨钟钟声一响，正式送别2012年。地标伦敦眼烟花四射，配合激光表演，闪耀太晤士河上空。德国首都柏林、勃兰登堡门都有大型烟花汇演。踏入2013年，缅甸亦都见证住新开始。在最大城市仰光破天荒举行新年庆祝活动，接近90000人参与。今次是缅甸几十年来第一次开放活动给民众迎接新一年。而北韩首都平壤据报亦都是第一次有大型除夕倒数烟花汇演，领袖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，向军队和国民送上新年问候，并祝愿所有家庭和谐幸福。在南韓首爾，大同中按傳統在子夜響鐘33次。
日本東京淺草寺的僧人當地凌晨零時亦都按傳統敲響大梵鐘108下，寓意驅除人的108種煩惱。當地多數寺廟都人頭湧湧，不少人祈求為新一年帶來好運。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。